哎，大明寺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烧焦的味道？好像有啊。哎，妈。 在干嘛？做早餐呀。做早餐干嘛不叫我呀？我来做就好了。怎么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连早餐都不会做的废物啊？不过也是，这么多年我在商场上叱咤风云。 可是，在生活里，连照顾自己的生活都不会。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您看您，胸怀大略，精明能干，连样貌和身材都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顶峰状态，已经比别人强很多了。也不过就是把吐司和鱼烧焦了而已。 你们不用夸我了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我本来打算在离开之前为你们做一顿早餐的。等一下，离开？你是要去哪儿？我觉得，是时候我该独立了。妈，你还不够独立吗？我不够独立，这些年来。 我太依赖我的集团公司，依赖我的工作。我有的时候在想，如果我没有了工作，那我到明峰还剩下什么呢？于是我决定，我想要放下重担，我想要到外面去看看，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。您是说？对。 我想独自一个人去旅行。我想要学会做早餐，照顾自己。我想要学会搭地铁。我也想学会自己自拍，学会卸下所有的包袱。我想去跟一些没有任何生意上往来的朋友，可以跟他们天南地北的谈天。我走了以后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 本来想跟你们做一顿早餐的，看来这顿早餐是吃不了了。实在抱歉。妈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道明峰女士吗？ 不是只有年轻人，才懂得什么叫成长。妈的背影看起来真帅。 很多人希望能成为像道明寺妈妈这样的女人，但是，这样的女人，要在生命中坚毅地付出别人所不能承受的代价。而我，平凡的我，曾经期望的人生，现在。 都有了美好的开始。